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本身啊，能够帮助，就是最重要是外来，比如讲学校啊，我们做很多，今年啊，我们就是有多少45个团体是吗？我们就是做公益方面比较多，学校啊、残疾学院啊，我们所得的收入都大多数都是学校啊，我们新山区华小。 所有的华侨，就是我们善心捐钱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捐出去。哦，那这些人士啊，嗯，哦，因为我们的庙是非盈利有限公司，我们又透明又很透明，非盈利，啊，我们是比较透明啦，而且我们本身呢，都最注重的是这一点，嗯，啊，今年是我们20周年嘛，周年啦，还有我们新庙落成啊，我们开幕啊，今年，嗯嗯，啊，我是。 布林宫的布林主任，啊，我在这个布林宫义务了整10年，今天是一个我们一个20周年的大庆典。当我参与这个布林宫的理事的时候，是啊，也是有做一个意义的工作啦，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啦。 Thank you.